够了没有？朋友们觉得够深了没有？应该有50-60公分吧？有没有？有50-60公分深，就是这么长。到时候从那个位置想办法搞一个水管流水出去。这个是搞坏的工具，工具坏了这么多。这个是我们的饭后运动，睡前运动，睡前运动。不要搞得太里面了，这样子等一下这个位置会空掉。你后面还有那个胶纸啊，胶纸涂不干净啊，胶纸铺在垫底下，然后水都把胶纸涂压压好。你不会做水泥，我给你一个样子。他有个戒指，如果是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这个西瓜是我今天在外面买的，就买了一小片。跟朋友说一下，这个亲密九号百香果我们是有送开果器的，之前开果器没有到就没跟大家讲，就说我们会送一个像勺子一样的开果器啊、哦，明天才会到，到了之后跟大家讲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紫皮的你放到像这样子皱皱的，它糖度也会上来。紫皮的建议大家去泡果汁喝，泡蜂蜜喝，然后这个亲密九号你直接就可以吃了，完全的啊。来，西瓜，给最甜的这一片你吃。他想要吃，他的嘴巴都伸过来了。飘香水的回忆，一整瓶的梦境全都有你照搬在一起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反正我们本身的不知道外面的人家知道拿个袋子给你搞一袋子出去，你都损失惨重，是不是？这个小布丁怎么回来了？今天白天一天都没见。去找男朋友了。又找男朋友没有？鬼混。那我想说，反正我们轮流去守，看一下行不行。走去哪里睡啊？睡车上啊，开车过去啊。把车放到那个里面啊，调个蚊子走。电车，它能飞进去啊。那你把窗全部锁完了。嗯。那人睡里面不会第二天起不来啊？电车，又不是油车，不会啊。吃完了它，连皮都吃掉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大哥。跟徐姐轮流这样守一下，不要说天天去守吧，起码我们现在偶尔去守一下，这样子，人家就是传出去，就哦，那他那个机场有人守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可以把车放在那边去呀、啊。车放在那边，人家又不傻的，看不到人。那你晚上你那你坐在车上面，那你也不会开灯的呀，是不是？停车在那里。有人你出去你能知道啊，那要是有人
你放松，但是你不出去，人家知道你没人呐、啊。你觉得呀？嗯。我万一丢个几十只鸡，哦，我他妈白养了。明天跟大哥他们说一下嘛，问一下他，问一下他们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嘛？你现在你睡的话，肯定睡不着了。要么你就拉电线过去装监控，那电线就很难拉了。嗯。明天问大哥看他们，看他们先嘛，他们什么意见嘛？嗯，是不是？嗯。光靠我们两个人去守轮流守，就算你。也会累的人，晚上又睡不好，白天又很那么早干活，或者是说安排一个人专职守，那就请就他负责，那你就请人大哥。哦，大哥，我告诉你，大哥太难了，不请人请不起，我就怕鸡丢。那明天问一下徐姐，看她怎么说，要不要守，是不是？能弄吗？再弄一下呗。那你来铲，我把这个泥铲出去。